看遍几千里，离开阮情真意，无人会当来比。虽然是梦境一时，是阮一生的记忆。两人夜夜来相见，希望你欢喜。明仔2300万人拢知影，你进中国要甲地下格斗高手抓去对关，你一定要有信心才行。台湾虎口号，加油加油加油，加加加！阿国无敌，阿国无敌，阿国就第一，阿国就第一。阿国，阿你先挂啦。你爱看咧油条夹面，你紧张哦？我才袂紧张咧。一个切皮哦，害你受伤，我一定为你报仇的啦。阿哥，听你安尼讲，我实在感动诶。你真正是我的好妈子哦。来，好，我放开啊。哇，感冒和功夫侪烂啦，我嘛不爱让你污了我青春的肉体啊。阿哥，你安尼就对，而且你拄啊吃阿亮伊个力道，力头真棒。这样再过下去，明仔一定。谢谢。好，那呢，我认真拼落去。哈，真好。那呢，我即马正式宣布，最高地下室训练正式开始。格斗擂台，阿伯 VS 蒙面侠。是安尼，即马网络上流行上夯的话题就是，到底什么人才是蒙面侠？不是我，其实是为着新来的查某囡仔。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阿伯，特别挑战地下格斗天王 Jackie。蒙掉，这届挑战赛呢，一定好格斗界全部的粉丝隆重老了起来啊！好，那呢，到底这两位对手为了这场挑战，会做出什么款无同款的混呢？呢，就让咱继续看落去。为着个你个输啊！老师，今个白休等你啦！我这个鬼胎哦！哎，安尼讲公平，我甲安尼讲一手哦，你两支，所以要收一支起来，安尼唔叫公平。什么啊？你今日比赛在生心脏病？你是被人看到我心脏要用要夹起来啊？呢？是讲我讲金钟国是知影家己要输啊，所以就放弃比赛。啊，是讲伊另外拍出。真正想无呢？刚刚是金钟国一定知影，一定会输我 Jackie， 所以啊，底下及时行乐。咱是卖有理啦，今嘛就互咱先来看卖另外一个对手，地下格斗高手 Jackie， 今嘛在做啥物？非常的期待，到底这场爱情的战争有肉卡阿伯拄着高手 Jackie 的什么款的结果？
同款啦，即卖媒体已经开始炒作，这等于是免费哦，替咱做宣传。我想即卖全台湾上 hit 的话题哦，就是这场比赛。哦，阿大呀，啊即卖哦，华语的多盘哦，阿国的赔率是一赔十啊，他们哥都拍袂赢的人，就算是一赔一百嘛无路用啊。哎呀，所以咱是不是全部拢带出去啊？那这点啊，你先卖着去。我暂时袂用予你知影，啊，不过时间若到啊，你自然就会了解啊。哦，啊那安尼，咱个敢需要做啥？即马是上重要的时阵啊，咱都要好好准备比赛进行的高潮，予这场比赛更加热闹。啊？啊，佮有甚物高潮？哎，你哪会这样含慢啊？咱明仔载就要比赛啊呢。今嘛当然嘛是要请咱的女主角出来啊！一场精彩的三角恋，一定要让比赛更加有看头。你放心啦，我有你姐交代。这是你唔知，自从你妈知影这个囡仔存在，伊就刚烦恼学费身体，烦恼这个囡仔健康。你讲，你安尼想要让我交代？我慢转，是慢生气啦。你要一点时间，我是帮他处理的。我俩讲过啊。我爱就你一个，我绝对袂变心的。你搁敢哪讲？敢是句话，现在呢？安俊，安俊，你看。那个子孙，你去家婆婆。你哪有心跳啊？没听到。妹，等他妈妹。我听到啊，原来这是巴肚内底有一个生命的感觉。后一摆吼，会当甲爸爸的爸爸做伙来听哦。啊，我知啦，多谢医生。宝宝真健康，应该拢无问题啊。淑慧，我唔能替你欢喜，我最欣赏你诶。有啥物好欣赏的啦？之前我有甲展玉讲，想要支持宝宝，啊，不过阮最近有一寡状况，还未解决。佩佩，你莫有白想啦。展玉遐尼爱你，我相信不管是啥物问题，一定会当解决。好啦，今仔日是陪来产检的，卖讲这啦。我祝福你啊，瑞丰学长的宝宝会当平安顺利大汉。多谢你的祝福，我嘛祝福你含展玉赶紧有家己的宝宝。
我对这不是讲过啊，麦讲这啦，还是啦，没啦，对啦，小等下我搁要开会，你一个人敢袂用者？我真无问题啦，你肯定无用，多谢你今日陪我来呢。对啦，那我先来去啦。拜拜，拜拜。你在瑞丰摩音耍吗？卡姐电话，赶快做完成绩。拄到一个朋友啊，你先上把转去啊，我等你转去啊。好。我小孩来啊！哎呀，哎，你小孩小孩很完美了。刘佳音。啊，又胖了呢。安娜，这间的小完美好食不？真好食。刘嘉玲呢？你哦，对朋友阿哥出来对阿公这样大心，真的是心好男人。哇，你五颗星满分。是安尼搞我学咯，我行路拢有风啊。未来哦，你若是想要吃啥，就跟我这个未来客服讲，我来给你准备啦。好听哦，我跟宝宝以后拢唔惊摇巴豆啊哦。干那一个行行买尔，这么简单就办着。是讲，我这个客人应该会使问一下，啊，你这个漂亮妈咪就是要期望讲，你的腹肚内囡仔是查某还是查某？其实查甫查某拢袂要紧啊，只要囡仔会当平安健康，安尼就好。你真是一个好妈咪。但不过，我一看就知影，你这个囡仔一定是查某。想怎讲啊？你哪会知？因为这么乖这么大心都不让你辛苦啊，跟他的妈妈一样这么体贴这么善良，所以是查某的。原来哦，你也是黑白药的，我跟两尊真的知道的。好哦。嗯，蒙牛在上，新路甲战女明明这么相爱，又经历过这么多考验，我实在不相信伊会甲小兵做伙。虽然我不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也不过我希望甲过去同款，甲战女过了简单、互相照顾的生活，安尼我就心满意足了。在说在门边我跟有人战女更有可能顺利走过这关，重新又好好阿母娘，她说过，我会当甲阮翁展玉重新和好，我一定会来还愿的。多谢阿母娘，多谢阿母娘。
替大家求平安符，我比伊个病情哦，比较较稳定个。天哪、啊，乍一个平安符伫个身上有好无歹啦。嗯。啊，这破病个人哦，这心灵还有一个寄托，安尼心情咪较安定。嗯。文东江，白雪。恁拄则讲啥物人破病，需要替伊祈福，敢有啥我斗相共？我当然嘛是陈玉。想要对伊大声讲，爱你暗中，唯一的爱你。恁拄则讲啥物人破病，需要替伊祈福，敢有啥我斗相共？我当然嘛是赞誉，但赞呐，就是对阮上好、上该照顾阮的迄上赞的阿辉阿妈。阿辉阿妈，即个阿妈破病，好，我要甲伊讲。不是啊，迄是你表面上看袂出来，阿辉阿妈最近有流啊感冒，所以精神较无好，所以啊，丢一个平安符哦，回扎伫身躯哦，心情会较安定嘛，对不？对，哦，我那是安尼哦，恁家就有心嘞。阿娇贝贝，那你家多好啊，你买来家拜拜啊，今天你要求什么啊？啊，看安尼又头甲面啊，一定是因为赞誉婆。就讲，我那个叫赞誉。哎呦，佩佩哦，跟陈毅结婚这久拢无声音啊！我想一定来这哦，求神明，我你跟陈毅有一个宝宝，老宝宝。哦，对啦，我都小佩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佩佩是讲哦，生宝宝这是爱看缘分，所以哦，你的心情就要放较轻松的哦，你莫有家己想出压力，知不？那不是我答应陈玉，还配合伊演戏来骗佩佩，佩佩嘛比这样艰苦。不行，我要想一个办法来拍开伊的心结，好好开破伊听。啊，佩佩啊，等下刚回应，无等拜煞了哦，咱来隔壁林家碧啊。就久无看呀，这林家碧喝咖啡聊是非嘛，啊。哦，对啦，啊，大家这么久都没见面啊，啊，多好，你今麦心情不好啊，啊，大家来安尼开讲一下，心情就会较轻松啊，你讲对不？哦，嗯，等我哦，拜一个，啊。心情较好，多谢。哎呀，拄拄啊拜拜拜煞，你无讲话呢，是毋是有啥物互你艰苦的代志？你讲出来啊，无条条我甲白雪通替你解决。歹势啦，互恁遮尔烦恼，其实。朋友，你是专门好的。不过那是哦，你闲闲杂杂、心情未顺的时阵，你就必须来找我这个度化众生的清凉上人钟教授。有什么困扰你的代志，早点讲出来，我一定想办法替你解决。是啦，佩佩，你当把画作当作是一个粪扫桶，把你的心情粪扫全部拢倒位伊遐去。你买当哦，把伊当作是一个沙包。这里发泄比较紧，我袂安怎？多谢你的关心。其实，昨我拄着小兵甲展玉，展玉甲我讲，伊甲小兵要甲我离婚。
而且伊几暝拢无倒来。啊！可台遇上你贵婚哦！唉，真正是哦，我看哦，做三百人应该是伊才对啦。董事长，叫你遐学生阿国把柯台遇叫出来，拍牌，拍好清醒。这建议袂歹，然后再开破大机会听。我怎么随开？啊，唔免啦，我这个。我是不相信展玉会跟小兵做伙，要不跟我真正想无，展玉想做咩来对待我？佩佩，其实阿妈要做伙啊，那是讲哦，遇到什么危机，上重要的是对对方的信任。所以哦，你顶爱把代志摸清楚啊，我得靠你最后一个很忠实光辉嘛。可等于安尼做，可能是有伊的原因啊。所以其实伊也是为你好啊。啊，当然啊，当然，那是查甫人啊，甲你讲哦，伊拢是为你好。其实这一层拢是借口，对不对？借口。所以啊。那是阿公之间已经无信任吗？我感觉还是离婚较好啦。哎呀，佩佩，你嘛知影这感情代志就袂当勉强的嘛。你若真正确定哦，这在伊变心哦，所以你也当放手啊。是少年。我当初真是高富帅哦，等你回国担心呢。啊，这少年时阵离婚哦，以后选择机会较济啦。您讲的这我拢了解，啊，不过唔知影为虾米我有一个想法，我相信展玉，我相信这一切一直都有原因，也唔过唔知影原因是啥。佩佩，你当安尼想，真正就好诶呢。啊，佩雪，来来来，林嘉宾，林嘉宾。啊啊，我有啊啦。佩佩，你若真正哦，想要怎样，就叫去问郭展玉啦。啊，那展玉真正真来坚持哦，还是伊就要付我苦劳呢？因为若无恁两个继续安尼做伙，艰苦是恁。伟哲哥，白雪，今天多谢你跟我讲这么多，我回去好好考虑。好啦，我病院还有事情要没药，我先来走。我送你来。够可怜的，我那是白白哦，我的心一定嘛就疼。你搁敢讲你啊？你，无啦，我是讲哦，你拄啊，佮有介险啊，讲甲闹交去，安尼无好哦，会破坏整个计划。上计我就是无法度，看到两个这么相爱人，硬要分开嘛。哎呀，惠弟哦，我就是感觉展玉这个计划哦，就含的啦，我无赞成。而且再配合恁两个去骗佩佩，安尼真正就为难的。好啦，你的心情我了解，我更加了解的是哦，有一句话叫做破坏了的姻缘，七世经呢。难怪展玉这个真特别啦，就跟阿当讲命不创的啊。是讲咱两个人答应要甲陈玉配合，就讲较搞，要做较搞。嗯，啊，头就疼哎，昨晚真正不应该领养你这酒。连第四块牌都有问题，我是要安怎继续稳稳平平？我时间愈来愈少啊！
几暝都无回来，我就想讲来爸爷办公室，看是不是能找着你。咱阿婆必须安尼才会当见面，真足好笑。爸爸面色无好，一定是昨晚无睏好。展宇，你今麦来报应啥？跟我最重要的，咱是不是也当好好讲一下？我等你看，跟大发公司合作好又输，你最重要的。你有什么话要讲？你直接讲。我已经找个小兵啊。我认为你跟小兵根本就不可能做伙，你的态度根本无亲像是爱着你。恁两个人正正明明就无来往，是安怎狠狠就谈落来？陈宇，我真正想无呢，你最近是安怎？你都有在无欢喜，你会当跟我讲啊？咱是阿婆呢，是不是应该做伙面对、做伙解决，不是用这款态度来对待我？你哪会当随便去找小兵啊？小兵伊当然嘛袂讲啥，伊予人当作是第三者，已经足艰苦啊！你莫讲伊烦也好无？这是咱两人之间的问题，你莫怪小兵。你只要跟我讲，你到底要安怎做，你才跟离婚，其他的你拢莫怪。离婚？不爱，不爱。我要离婚，除非我死，你有买药吗？当然我死，我才要离婚。你别讲遐无意义的话，你安尼只是在比划，跟你比命啊，贝贝。我只是想要跟你好来好去，就安尼尔。自从我一家出来以后，我就感谢你。愿意原谅我，真实的我就感谢你。但不过你爱我感谢你多久？你爱我用婚姻来包容你的宽容大量，向你受罪多久？我过去确实捌做过少侪伤害你的代志，所以我今麦跟你做伙，我压力足大诶。我随时拢会想到，我过去做过偌侪唔对的代志，我已经无想要继续伫你的面头前做一个。永远拢在受罪的人啊！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过日子，搁争取一个普通人能过家己的日子，安尼敢袂用的？你袂用在对待我，你袂用在对待我。哎，啊，你们两个鞋臭下啦！那门口那大声声，啊，不是卖哭了，小姐。我不想要离婚，我不想要离婚。怎么变得这么奇怪？以前这么奇怪，唔对，最近都唔对，这一切都唔对。最近到时他在想怎做？我在到底做哪样？柯振宇，你敢知啊？你敢不敢去想？你敢知啊？你较冷静的啦，心莫别乱想好不？你的面色看起来真足无好诶，你得是昨暗要困八眠，把你先倒去遐困，把情绪稍稳定一下，啥物拢莫想。你即马这款状况，无法度面对任何问题。你放心啦，我吼会甲展宇沟通，你还相信表姐，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展宇，我都这样讲过，除非我死，那么我不可能跟你离婚的。柯展宇，你也是决定要乌毛陪陪吗？用你俩准备陪陪好方式对待伊。你快点叫小矿！你家陪陪因为你的代志伤痛吗？
男的你都这样你看看这手机叫你感冒了我一生是天怕的你根本都没感冒的他自己都没毕业这只是一个过程长痛不如短痛只有让陪陪离开我这样才是对你最好的你现在说什么小话啊不要再说了好不我完全能体会到你的心情过去我也不应该有问题想要放弃小婷我跟三口一个一无爱的女人好了总共这样做他就得到幸福结果小婷一点都更艰苦我就是一个失败的站在你的面头前想说你没得到家事你还没走这条路那个时候你只是把酒不看你要先像我一样一直痛苦痛苦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被意外的话他所以如果知道我就这款病现实真拖磨你走不出去你也无法度过家己的人生，所以我只有一万块，安尼伊才离开我，好好过未来的日子，去接受一个真正会当照顾伊、陪伴伊的查某人。你明明知影，偏偏伊袂用安尼就忘乎你，伊若要忘乎你。在所作所为，一早就忘乎你一世人啊！好啊，我已经决定啊，不管佩佩，伊是不是愿意跟我离婚，我拢会替你行出一条路。你，想不到你才一阵子没过来看我出来电话先叫你这台机阿淑慧今晚身体状况有较好不你这晚的状况算是稳定了你现在等于 Kiss 上班了这样就好林达志云今晚心情一定很坏的你较关心你的真怪怪我想过强势啊我本来跟李忠公孙志豪对志远是真心的我就想说志远若跟他做伙了对事业也有帮助啊我想要跟我今天去耽误他的幸福我跟志远现在已经分手啊那么志远真的不知道跟他吃多少苦真的这阵子一个人在处理这孩子的事情真的辛苦你不能这样说他也是我的孩子我要照顾他是应该的啊对啊雷锋你敢有交代瑞锋去做一个什么亚洲集团国际投资的计划啊没啊我把总裁位置交给他了我就跟他烦恼做来上手无，我根本都无去干涉，还是只是做什么国际投资的计划啊？我真正希望你用个事上对我坦白，因为不管安怎，你即马人伫个内面啦，若真正有代志要处理，是真方便。假使你若真正有啥物计划，你我知影，若有需要，至少我会用甲你斗相共。你即马啥物意思？你若不相信我讲话，你何必就走来问我？我再讲，瑞丰伊若有啥物国际投资的计划，再来当扩展亚洲集团的业务，这是好代志啊！你敢有必要用怀疑他的态度来怀疑瑞丰？啊，对了，你是我只是关心者，你嘛不需要不怀疑啊。你嘛真害，你若有
有什么问题得去问瑞芳啊？啊，家己的后生有什么不好讲的？连抓瑞芳也来，我再来问看卖，看到底什么情形？啊，对了，瑞芳，在亚洲集团里面，你敢捌听过有一个司机叫吴全胜？亚洲集团内底司机遐济，我要哪会知影？啊，平常时啊，都是迄个人咧载我出门，我要哪会知道一个司机叫什么名？难道我感觉你今仔怪怪的？啊，你想用早来问我这问题，是不是瑞芳发生什么代志？啊，不是啦，只是我感觉瑞芳最近有淡薄怪怪啊，啊嘛唔知在无用啥话啊，啊拢无甲我讲。瑞芳的个性你也不是无了解。伊爱经营亚洲集团，佮伊无用这下个代志，伊哪有可能甚物代志来甲你报告啦？当初我嘛是相信伊，我们才甲亚洲集团总裁位置交予伊个啊。应该是我想伤济啦。啊，好啦，阿婆，我看代志最安怎，我再来甲你讲。啊，唔，甲美凤。拄则我问你甲瑞芳有关系的问题啊，因为我惊瑞芳伊会怀疑讲我这爸爸对伊无信任，所以可能会麻烦你。你若看到伊，唔当会知影。这期拢有照时间练习，而且嘛真专心，状况维持甲真好。阿古煞规天甲总会做点啊乱舞，送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到时是要安怎比啊？新闻搁来话题差甲遮尔大，这期亲爱民主一定会尽全力来拍。若是阿古因为安尼受重伤，安尼是要安怎？跟你讲话，你拢无听到。无啊，我无咧学啥，还是要跟我讲啥？我是要跟你讲，明仔我就要比赛，所以啊，我会做最后训练。所以今仔日我就无送你回去哦，你家己回去，敢会？哎呀，阿姆哥，其实你嘛知影阿哥伊真正无啥物实力啊。你根本就无需要这么认真练习，你明仔凊彩跑拢嘛赢啊！对，你真歹讲，不管对手是谁，我一定要告状我的实力。你也知影，轻敌才是上大的危机。那呢？他说你明仔，明仔你发现讲，阿伯真正不是你的对手，你敢会当答应我？你是要怕呀？伊？比赛时阵啊，真歹讲。有当时哦，伊假如讲你拍到对手啊，结果一个赌命的最后一刻，伊阁爬起来。所以哦，还是要拍到对方哦，就要拍到伊阁爬袂起来。一秒钟哦，就袂用放松啊。好，我到啊，还要叫车送你回去无？我可以也当等。好嘞，明天见，拜拜。谢谢
在离婚。干把鬼！林总，阿婆告诉用林总，就害啊！郭富杰，郭富杰，你听我讲吧。我送你个便宜，来，谢你哦。你怎么听来吼？你快点来，我送上你膏药啊。康水跟处理好啊。爱记的消炎药要照时间吃，三天以后都当换药啊。王院长，多谢您嘞，我这小块伤尔，阁麻烦你这个院长来替我治疗，真就歹势。莫安尼讲啦，阮急诊的卡数量电量无够，我若有闲，就过来斗相共。王院长，功夫先生敢有要紧？伊敢有伤到筋骨啦？阿国，会员的伤真正有要紧啊，卡数其他问题吼，随时都当回诊。可是啊。你是了，奥体威。是的啊，我够白人，我是南国人哦。谢谢啊。谢谢。谢谢。我都跟你讲，我这小怕伤尔，你有硬要找我来病，马上就方院长家去拍摄。妈，你这伤。你说我，那你拄着火车抢劫啊？我就甲你讲过啊，我会叫车送你回去。你若唔听啊，你看差点仔出代志啊！哎 ，Jacky， 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功夫姐已经受伤啊，你搁你怪伊无够细腻。哎，你若真正这样关心伊，你就应该送伊回去啊。好啦，有滴敢那小夸伤尔，别紧啦，你送火影了没？今麦应该无代志，我送火影了就好了。你也知影，我这是火影男朋友，应该由我来照顾才对。阿哥，多谢你拄着这样话。奇怪，健身房附近的这一条拢真好，那一条有飞车抢劫啊？刚咪是有人要针对你，所以找功夫姐麻烦啊？你干嘛想看多啊？我做生意也无计过什么冤仇啊？你莫那因为做一摆英雄，就用这种态度随便甲我按罪名。你哪会知影你做生意无甲人结过冤仇啊？黄安瑞是甚么款的人，大家拢知知的啊。你甲伊合作，本来可以抓到做第是非的。搁再讲啊，阿亮之前受伤，莫甲你有关系。即马搁有飞车抢劫，我真正感觉足奇怪嘞。你敢袂使摆搁讲了阿亮受伤的代志啊？一件代志，我根本莫名其妙啊。我看。可能电脑是顶，想要苦肉计，可比创受伤，电脑无了就要头壳顶。过来讲，你若真正认识我，你有去告啊？叫警方来调查，看我是不是真白嘞。看这起这尼啊暗声，敢讲阿亮受伤真正甲伊无关系？若是安尼，到底是谁去伤害阿亮嘞？这是不是有信仰走？那你家都好，在阁楼上来进行发生这款代志。多谢大家关心，这完全是意外，谢谢。喂，陈主管先生，你阿都好，你怎么来现场？
听讲是你英雄救美，那也叫拄好，是不是你条哥的安排要做啥子？恁敢会当卖看一样生一个囝？这遮尔简单的飞车抢劫，恁是为倒位得到消息的？恁来知我伫个病院？代志真简单，我新派有去拄到抢劫，啊无伊拄好上果汁去健身房，伊要登记的时阵拄好拄到我，伊就无顾家己的性命危险来救我，就是恁单纯尔。家三顺，你刚刚就拄好吗？你改口替金东国先生讲话，是不是你对伊产生了感情啊？叫大家卖个捕风捉影，好吧？我较好用的感情，真正无问题。明仔日比赛，我会向大家证明，我是有一个有资格保护女兵的查某人。我嘛会用我实力来证明。是嘛？多谢大家关心，我比上午都没有等于用困啊。呀，来得。还是啦，各位，我有先讲完成任务。没啊，我感觉这个结果啊，未受轻未受重，拄拄好，嘛是刚刚得到我想要滴的效果啦。新闻啊，已经愈来愈闹热啦。咱即马都等明仔载格斗赛开赌盘，我已经融资借一大笔钱哦，全部拢打落。但比赛结束了，我就要大发财啦！喂，你卡号我要创啥？也无什么代志啦，我只想要跟你讲，佩佩，伊头拄因为我的代志，伊心情无啥好。我想伊今摆应该是伫个七零病院边遐讲。啊，你若无代志哦，你当去陪伊。你伫讲啥？既然你会敲这种电话给我，迄就表示你的心肝内也伫关心佩佩，你家己去甲伊解释。哎，你误会啊啦，我这不是伫关心佩佩。啊，是因为我稍等你啊，要去跟小兵约会。我怕妹妹若是知影，会走来乱啊。所以啊，我才把这机会给你。啊，你若无闲哦，就速速去啦。为你，你若是欠啊，伊出来等去。葛展玉啊，你是伫咧什么小话啊？你跟妹妹是当作啥？
这公园内底安尼蒙蒙雾雾，原来都是因为你啊。明伦，恁在伫遮？还是想卖回知影，是怎样叫我来？那无，伊会更加艰苦。煞唔知影，咱两个真有缘啊！拄则我经过公园的时阵，我倒想讲奇怪咧，这台北市无可能有雾霾啊！啊，过公园奈无干呢？就想讲礼拜确定一下。哦，这礼拜都看到你坐伫遮。我即摆心情确实是懵懵糊糊，连我家己也看袂清啊。这红包袋吼，外人是无得插手啦，也无得讲什么话啦。也不过感觉这届这代志我有责任，我若无把代志讲出来，恁阿母关系嘛袂变到安尼啊。这跟你无关系啦。阮阿母的代志，本来就是阮阿母爱家己解决，我一定想着办法的，想着办法就一定会当解决。贝贝，阿爹家继续坐落去嘛，干嘛就无聊的呀？我带你去一个好耍的所在。行啦。你去倒啊？对我来就对我啦。我从细汉到今嘛，心情若无爽快的时阵啊，我都用这办法来解决啦。啊，即摆你心情无爽快，你咪当试看卖。生气哦，就袂输敢那赛亚人咁款。等下就好算了，我快要算几遍。好啊，算几遍都无要紧，来。肖展玉，你给我听话。宝宝真健康，今嘛乖乖叫爸爸来带大汉。哇！
好啦，你麻烦归工啊，后尾先洗完裤，我来加个脚油点。多谢你。爸。爸，现在即摆转来。好，我今日叫你妈变回来。你看嘛，奶妈安怎？又好无？我一礼拜也是无闲啊，都无时间去看伊啊。你放心啦，伊真好啦。啊，不过伊也是同款烦恼恁这个囝儿死死啊。所以你一定要记的，唔那是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嘛要注意家己的一举一动。好啦，爸有淡薄忝，我先来休息。爸晚安。我千万不会，我是你太太啦。啊，你有什么代志，你要先跟我讲，我再替你转达。全家福相片洗好啊！啊，明仔再去提哦。啊，拍摄吼，阿哥下趟好啊，你跟我讲你店的地址。我下一个。在家里啊，那风暖不太够急，被塞全家福的相片。刚是因为妈在看秀色，想得哭。杜仁德，既然偷偷去找林美凤，我问这样一个代志，看起来你已经怀疑我。我一定要继续监听一下音乐。爸爸，爸爸，爸爸，你哪不吵我了？妞妞，有什么代志啊？爸爸，你刚有闲，我需要你到啥工？妞妞，我帮你处理公事呢。那无小等，再给你到茶缸好不好？好啦，那安尼你先无闲，我去找阿公。你要乖，好，进去。今仔看美凤讲话，迄种感觉，确实无像是交代瑞丰做甚物国际投资的事业。啊，不过这种情形，甲小兵所讲的又够出力。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阿公，阿公，你心情不好，你刚才不是真欢喜呢？就算讲哦，阿公真正心情不好啊，阿哥看了你那这样担心哦，你给阿公关心嘛，阿娘阿公什么烦恼拢无去啊？好了。你找阿公什么事情？阿公，我的功课写好啊，啊，不过明仔在学校要校外教学，老师说要带几项爸爸的东西，要大家分享小故事，介绍爸爸是什么款的人。阿公，你替我想看卖要带什么好不好？啊，你也有够古锥的，你既然是要带恁爸爸的东西，你应该去找恁爸爸不才对。啊，不过爸爸戴耳机，不知道在听什么，伊讲在无闲公司的代志。恁爸爸戴耳机是在听啥？可不是在听歌？我嘛唔知呢。阿公，爸爸在无闲，咱卖甲伊吵。你紧甲我想看卖，要做啥物好无？好啦好啦，阿公哦，坐你来，行。
是爸爸较早的物件。是啊，啊，你家己找找找，看啥物件，你开始甲载下下。好。感情，暗过认识一个会随便动情的人，更加免讲伊会想较大相处。暗过最近瑞丰个性甲过去完全无同款，而且佫伫书会背后甘曼娟婚外情，这瑞丰到底是安怎，奈变到安尼？阿公，我们三姐放出手套。阿公，阿公。你今仔是安怎？哪一直伫咧想代志？啊，无啦，阿公是看到恁爸爸的物件，啊想着过去的代志啦。啊，你决定要选这个棒球手套再好？是啊，我是去楼顶想看嘛，要安怎介绍爸爸较好，等下再来问阿公的意见。你出来有什么代志啊？宝玉，你坐，我给你看一段影片。啊。你看。这意思是李婉萱跟金妙玲有勾结。是一个拍到李婉萱的好机会。你想哦，我若开记者会，在记者的面头前公布影片，让李婉萱的名声尽扫落地，让伊会当较乖，袂阁找我的麻烦。嗯，袂用的啦。就是开记者会，底下公布影片，是会当让李婉萱出歹看，无对。啊，不过建议嘛，赶快去拍款。你无顾虑到伊的心情，我惊会拍破你的关系哦。你安尼讲嘛对，但安尼我是要怎做？那是我，我会私底下甲建议讲这个代志，做一个人情给伊，让伊知影你有伫为伊设想。那安尼，伊唔那感激你。伊会对你印象较好，然后正义家己去修理李婉萱，忘唔掉。我正义情心带是李婉萱，啊，你李婉萱才知影疼，才知影我心爱老翻倍是甚么款滋味。啊，你我来这有什么代志？正义，晚上八度来的囡仔已经确定是谁的了。啊，今晚报告还没出来啊。啊，是讲你来这尼啊关心这个结果是要创啥？公公，你知什么？徐远，你有话就直讲，无需要对我温柔。正义。你老实讲哦，
起码对婉萱更加够干净。我有今日的身份地位，拢是李婉萱跟我斗相共的，所以唔敢安怎，我来感谢李婉萱啊。奇怪，啊你无头无尾问这個，到底有什么用？少少气啊！你对婉萱要够干净，那安呢，就无什么好讲啊。徐远，你想要讲啥？你就直接讲，无需要等我时间。你跟讲啊！我唔知道这个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不过这个影片若流出来，一定对你的伤害真大，所以你该看了。爸爸，你等下去整理。李婉，我正在去病房检查。李婉，可恶！李婉先竟然变成根本中心人了，你来怎么来做？成功，你巴肚内那囡仔不是我的。我收到这影片的时阵，嘛甲你同款，唔敢相信。其实李婉萱一直咧欺骗你，这影片真明显吗？李婉萱，互你做乌龟，那无，伊那心虚，去买收检验所啦。李婉萱，你这查某人真正够袂见笑的，竟然送一件遐尔大只的帽来给我戴。徐，你影片是为倒位来？是一个匿名的好心人寄给我的，不过我嘛唔知伊的用意是啥，所以就马上来找伊啊。你较冷静诶，反正这影片是有心人士要制造谣言。目的是要海丽甲婉萱起冲突。这鸦片是真的，鸦片的迄个人，我有咧检验中心寄过，我阁有吩咐伊，检验结果若是一出来，头一个爱通知我。想袂到，已经去李婉萱买收去啊。那安尼，你即摆要安怎？我该好好想看卖，看要安处理。徐月，你敢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我看人讲，这拢是我甲李婉萱的私人恩怨，我自己会去找解决。你放心啦，这有关系到你的名声甲面子，我绝对袂讲出去。多谢你。被大火燎。李婉萱，阿能够阿爸，你也是讲你做这款代志不去老好恨啊？你敢会想过天真？真可。你用手段来欺骗我，以后我袂阁对你留任何的情分啊！阿水，借问一下。欢迎，有啥物需要服务的？你好，我是要替杜瑞峰先生提全家福相片。哦，我处理好了，你等下。
方竟然阁骗我，伊甲沈万强根本就无分手，竟然阁来遮许全家福，看伊两个关系，甚至比较早阁较好。小姐，干有问题？啊，头家歹势，我想着我袂记你借钱，还是我再请杜先生家己来提啦，歹势。好。杜瑞峰实在是想超过，今嘛过来讲慢慢讲讲听，慢慢来这样讲。对杜瑞峰这样级别不够，那你今嘛怕什么样难走？你有什么想法？喂，其实我有在想，我出代志那天跟瑞峰去冲突。干嘛和曼娟有关系？你嘛真可怜，啊！不过你要安怎确定？我就是无法度确定。卡叔，那是咱知影曼娟伊讲的行程，我滴卡，我得咱知我失去迄条记忆，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 ？Mike， 你敢会当替我查看卖？那是照苏慧安尼讲，伊甲杜瑞峰起冲突的原因，真正是因为曼娟引起的。那安尼苏慧的意外，恐惊就无这么单纯。曼娟到底是在创啥 ？Mike， 你哪有唔讲话啦？是不是我的想法，互你做为难？没啦，我的想办法。跟曼娟问清楚，不过我认为现在重点应该是不能再让杜瑞峰相卡打相准了，不然这样啦，我陪你去找他问清楚了。咱都没见过了，去问他也不好，再说瑞峰要是真心要骗我，一定找更多理由来解释。你也不能这样就准拄耍啊，是慢慢有跟我说过已经放弃杜瑞峰啊！恁两个拢是我的好朋友，我还当你目睭金金，何止个错误阁继续落去？你那是无想要去，安尼我去。Mike， 你莫去啦！就算你去问伊，瑞峰伊嘛袂讲老实话啊！你那是真正想要跟我斗三工？那恁得想办法，替我去查曼娟的行踪，我帮你。其他的代志，靠我家己来处理。这真叫人窃听啊！阿姐，是我的电话啦，无什么要紧的代志，等下再搁接就好啊。专工啊，给你催促。主要是安尼啦，我咧想讲哦，最
最近啊，对方伊拢改斗三工嘛，啊，不过伊拢无闲，甲我都照顾苏伟，啊，我苦劝啊，伊嘛拢唔听，所以我希望你用个替我改斗苦劝一下。我方便感谢瑞峰的叔叔，还是请淑慧跟瑞峰给沟通啦。毕竟饮食阿婆无啥物袂当承受的。无影啦，凡事是我这个做老爸啊，对我这个后生无解了解，所以才这样吵。可能真正是我想伤济。若无其他代志，我先来走啊。公司还佫有代志要处理。好啊，歹势。你光阴不用，我都不叫晒。再见。挂耳机没在听声了，当时我就感觉怪怪，因为瑞峰伊并无哪听音乐，哪做工作习惯。隔壁人今日就发现这个窃听器，这个表示瑞峰一定是在搞窃听，真正是有够离谱的。我该是白阿囝，想做伊要咱处处提防我。最近瑞峰的行为真正就奇怪。一定是发现你在调查伊，才会这么提防你。而且伊会这么慎重，一定是做什么未记讲的代志。瑞峰也变个安尼，伊都不是一贯啦，啊，不过伊最近的改变真的有够多。我现在生活头有一种足奇怪的感觉，只是我唔知道瑞峰到底是什么所在怪怪。阿姐。你讲有去找过干妈？你讲有讲啥？美凤，伊嘛什么都唔知啦。以前我问伊吴全胜的代志，伊一点仔印象都没有。这跟瑞凤的光环完全无相关。而且同时，我看伊讲话一种感觉甲表情，无像是个骗话。我即摆向发现，瑞凤变甲好亲像，我唔白咁快，变甲足奇怪。就算讲伊当初甲郭姐姐为美国回来时阵，伊嘛不像你遐用心，变甲像你遐衰。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明明大家拢在你遐相信伊，是安怎伊就变咧？要不要出一寡这么奇怪的代志？就算讲瑞峰甲曼娟真正有啥，伊嘛无需要做到这款的地步啊。我确定可以了吧？阿姐。既然咱即马袂当打草惊蛇，只好继续暗中调查，看是不是会当找到线索。无唔对，既然瑞峰拢已经用窃听的手段来对付我，这个表示背后的真相一定是比咱想的搁较严重。这窃听器我袂甲伊摕掉，一方面卖让瑞峰去怀疑，另外一方面。凡是咱颠倒用利用这窃听器来做一寡代志，慈善活动，卢桂芬是朱麒麟，到今仔未搞，实在是未当交代。
底有真侪媒体，咱要采访林阿玲育幼院这个活动，真正足有意义的。多谢柯议员，你这么支持啦。今仔日这场慈善活动确实是真重要，希望讲能借这个机会，加增加一寡对海顿集团正面的报道。这是当然的，媒体该挖一寡真歹看的内幕，互人足困扰的。咱嘛要互媒体知影，伫个刘会长热心公益的带领下，某一寡人为着弱势团体的福利，伫遐拍拼。当新闻办出钱出来办的，啊，就说有人哦来到了嘞，出一个兵，出几支水，安尼马上是咧做慈善。这餐券哦，有人当来办喜事啦，无包红包坐来吃喜酒，正白衣都当作家己咧斗相共。对啦，这款有家有了的代志是应该来到了嘞。只有丁阿丽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当作公仆的来响应，嘛是应该。老会长，咱来对唱。啊！你，李议员，是恁啦？把你的鞋仔用垃圾吧。头家哦。点啊咖啡啊，你啊，不要紧，我来请哈。郑主席，你对你某是足体贴的呢，好像足心酸的。免啦，免吃啦啦，我鞋仔内底拢是咖啡，我吃也是袂清洁，袂晓讲的啦。太衰啦，无我陪你一双鞋仔。免。对啊，你是一个有心的人，穿高跟鞋拢无问题哦、喔。无问题啦，徐议员，你后摆提咖啡较注意。啊，我车顶都有鞋仔会等我。爸，安娜，恁先入去啦。啊，正义陪我伫遮换鞋仔就好。若雨，麻烦你去车顶找我鞋仔去啦，好不好？安娜，老会长，行，咱先入来。阿娟，啊，你有新的人，我是林刚，我替你请教啊。正义，你是助理的，替我换鞋有啥物唔对？还是讲你也唔甘意啊？来啊，辛苦了，替我换鞋啊！尤婉萱，原来你袂晓穿鞋啊，所以伫个厝内拢是正义替你穿的哦。真歹势啊，助理这份工课无包括替你穿鞋啊呢，麻烦你家己穿。朱伟，啊你哪会这样假？在阮爸的面头前敢那媳妇啊，阮爸一无看到，你就这唔做，那唔做。美术千金大小姐，你若真正这么骄，莫来做助理啦！你敢不知助理就是什么拢爱做？原来你是安尼看待助理这个工课哦。无安尼啦，我打电话给刘会长问看卖，会长特助敢有需要替你穿鞋啊？他是讲我的工作包括这项，我马上给你穿。不要倒台是无？连替我穿鞋啊，这款小可代志，嘛要当阮爸倒。啊，你特别助理做甲真有班。李远，李婉萱，那你就准备倒阿伯替出来，好脚好手，家己我都穿鞋哦。是讲你伫婚礼上安尼又搁走又搁跳，巴肚内底爸爸也无安怎啊？啊，
小姐，囡仔在无妙，无归去安尼啦。以后你拢脱下衫，莫穿鞋好啊啦。罗桂芬，我叫谁人替我穿鞋，是管你什么地带？你人伫边啊，无叫伊替你穿，是要叫谁替你穿啊？陈怡，你嘛真奇怪咧，母甲袂输敢那巴肚内底囡仔，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虽然讲伫婚礼上，有人讲伊就可能是孙志豪的囡仔，啊你嘛唔通哈尼啊专情，唔着较体贴呗。内底记者哈尼啊多，时间若是用知影，伊阁讲东讲西。你先讲啥？我巴肚内囡仔百分之百是正义的。你若我袂讲话，我就告你哦。好啊。别个讲，啊只不过是想食鞋啊，我来就好。啊，你唔是好啊？啊，跟卢慧芬冤家有什么意义啊？对啊。看李婉萱哦，真正愈看愈可能。若雨，等一下哦，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替你出一口。我的关机看我就会到啊，应该是下午去吃你啦，快紧啊！啊，真英，啊你洗头看徐千麦是无？啊你神经麦先来贵宾好，我只无头一个啊，尔啊你又不难受。非常的精彩，所以刷了来，我们大家来动一动，活动一下筋骨，好不好？好、啊。刷了来，咱来玩一个游戏，叫做心电感应。要不要玩这个游戏，需要非常有默契的人才能够参加哦。所以，就让咱邀请都结婚的李婉萱李议员跟叶先生郑义正主席来玩这个游戏，大家拍手鼓掌一下。对，罗桂芬已经超过伊要同我创治的，我袂去，你叫伊一别人啊。你看，我大家拢这样期待，那所以就来啊。可是讲伊真正要甲你创工，无我陪你的身躯边啊，替小朋友笑笑，欢喜一下好啊。笑笑去啦，我巴肚疼疼。各位小朋友，李阿姨很害羞，我们给她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啊？好。我们大声说，李阿姨请上台。李阿姨请上台。李阿姨请上台。婉萱，只是让大家笑笑的欢喜一下，你免想遐尼济，进去哩。主席提醒，这个游戏呢，就是要测验你两个阿拉伯是不是真正有默契。游戏的规则是安尼，等一下呢，郑主席吼戴这个眼罩，提一杯水，然后走去李宇的身躯边遐，把水倒在杯仔内底。假使讲杯仔若有超过乌线，就等于是过关。各位，为了今日活动，假使讲我若是过关，海顿集团捐100万。非常的大方嘞，啊！不过若是游戏无过关，啊，是不是就无奖款啊？无紧，假如讲若是无过关，我的太太李婉萱议员用个人的名义捐100万。哇！郑主席先抗力吼，真正非常的有爱心嘞，出钱又搁出来，大家好，一些爱的鼓励，好不好？游戏正式开始。
没看到啊？好，听我的哨子声，跟听我的指挥，预备，转转转转转，来，加油加油！来，往前走，往前走，加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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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高姐可以往前往左左左左往左边左边，好的。袂感冒啦，你看大家拢穿啊足欢喜的啊。为啥？原先哦，只要做家己囡仔的，进前甲顺义来下不中心做义工的时阵，家己囡仔穿啊足欢喜的呢。你放心啦，绝对无问题。激光攻击，对，听我的口令，预备备。先抗力来跟咱做伙同乐，而且佫足慷慨，捐100万予咱。阿哥，我甲来讲，李阿姨巴肚内底已经有小 baby 哦。我相信伊的小 baby 今日嘛甲咱耍甲足欢喜的，所以予咱祝福李阿姨巴肚内底小 baby 健康快乐，好不好？好。祝李阿姨的小 baby 健康快乐。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谢白雪，今麦是格斗赛比赛前十分钟，我想带大家来看麦，这两位选手今麦比赛前的状况是安怎？噔噔，这个就是地下格斗高手 Jackie 的休息室哦，来看伊准备安怎？来来来，你来你来，来来来。开始呢，就开始饮香槟哦。啊，你敢袂影响着比赛？我惊哦，真痛苦，一个号就会泡泡啊。大奖哟 ！Jackie，Jackie，Jackie！ 哇，看起来蒙面小 Jackie 真正足有自信的哦，伊感觉家己是稳赢的。不只是稳赢，我可以同你讲，我伫一分钟以内 KO 金钟国。功夫姐郑小姐，是安怎你看起来咧面有面噶？刚讲你是唔相信 Jackie 先生独家 KO 宣言，你敢也输信？无啦，我是惊对手伤过弱，万一 Jackie 若是伫一分钟以内甲对方 KO， 爱扣人工，伊咧求对手，我对 Jackie 的实力绝对有信心。真痛苦。
神祝你比赛顺利哦。走，坐下，坐下。金钟国灯秀的休息室，阿姆哥也跟我谈出地下格斗高手 Jacky 驾牛助戏，带你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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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金钟国电视今日享受人生中最后一顿。什么人生最后一顿？就快就快！我这是吃好饱，叫困来当小姐，我这是要补充体力啦！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那咧，请问一下金钟国先生，啊，都讲我你这去那边啊，有讲哦，有落下狠话，也得一分钟来得给你 KO。请问你跟我什么话？要对你讲。来，慢点，慢点，就快！啊，我们今天来三九五金钟国，已经嘛要全力备战，必须爱集中精神，所以由我来代替伊发言。大哥，我好做习义亮啊，叫我阿亮就伊亮。我要甲电视头前的观众朋友哦，也够伫个网络顶端用键盘参战的乡民讲一声，今仔日的阿哥已经不是过去的阿哥，伊今仔日有特别早。秘密武器，所以小蛋姐一定把 Jacky 啪个拳就低头嘞。那那请问姐，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呀？刚刚偷了我大家怎样？你嘛在帮帮忙，讲出来就不是秘密啦。会的哦，真厉害，真厉害。哎，比我另外一个马子。雷神索尔手压的那个土药也够厉害，是说比赛有规定不能带武器呢？啊，你也在帮帮忙，哦，我这是譬如而啦，回你了，我阿哥这厉害，这厉害，伊哦，今仔日一定会把那个杰克打败，因为伊喜欢的那个功夫姐合作，会赢。是啦，非常感谢。大家结束咱的访问啊！啊，刷落来吼，咱就互大家歇困。啊，最近比赛顺利哦，行，来，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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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阿亮啊，你是咧后边讲啥啦？我哪有什么秘密武器啊？啊，这叫做心理战，心理战，心甲吓惊一个，空空。阿哥，你今用平常时去应战，好好比赛，卖话哩。我嘛是感觉有淡薄惊惊呢。唔免惊。我唔吃。老师，你拄只意思是讲我有机会赢？这边哪有可能？你这气这么强？阿宗老师啊。你来当咱家去做戏，咩阿哥的威风？稍安勿躁，听我讲，那正常阿哥绝对拍袂赢的杰克。那真正是咩呀？只有靠一个神秘的力量。什么神秘力量？非常神秘，恁无看？无啊，我当然看着天花板跟中央空调啊。秘密武器就在这，在哪？在你的手头。这件衫就是秘密武器。你别看这件衫薄薄啊，那是我一中进时在跳舞蹈大轮回舞的时阵，我把所有力量加进了这件衫里底，所以这件衫就产生我七龙珠孙悟空的元气弹一块。你也是紧甲雷神做阵客户啊，较要紧啊。无礼貌。我跟你讲，你爱相信宗教说，爱相信心灵的力量，爱相信爱的力量。
规定不管怎，上场就一定爱穿一件。阿哥，我看你都将这件衫穿起，总共一个，你一定爱穿的。说来者，搞天公伯的安排啊！请准备入场。主持人谢白雪，首先大家拢非常期待今仔日这场为爱而战的格斗赛，唔知大家希望今仔日嘅人是啥？不够意思吗？阿龙叫你来，就是爱你替阿国做声势。阿你哪会使咧临阵退缩啊？我想讲看无钱的比赛，阁罔看啦。现在讲要来再听阿国，要甲阿国甲加油啊！我阁考虑一下啦。哦，你安尼哦，真的很不够意思嘞。煞煞去啊！我家己来发。阿国加油！阿国加油！来啊！恁来啊！哎，找位坐啦。阿国加油！阿国加油！阿国加油！看起来大家都是支持蒙面侠 Jackie， 不过比赛都是充满变动。到底今仔日赢的人，会是地下格斗高手 Jackie， 还是单打独斗的挑战者金钟国，以黑马的姿态赢得最后的胜利？请大家拭目以待。刷到来，请大家佛山欢迎挑战者金钟国。更是重要，你算到有力量咧。你讲老师啊，哦，那一阵哦，应该是花时间哦来听下看算到，看是不是改号做诶宇宙无敌小钢炮，还是号做亚洲格斗金刚王？卖给他事后诸葛，千金难买早知道，万般无奈想不到，好铁也不是你，知道厉害呀。大哥，别惊，勇敢面就台，明天无用。哈哈哈哈哈
自入行销的。庄教授是一个互人非常尊敬的心灵导师，所以在场的各位若是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庄教授都会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请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接下来我来继续投票下来欢迎地下格斗高手 Jacky。一定要贏的，我們要先上過頭本，上過第一回合就要拍過。放心啦，我有一探情報，而且我是為了慧營來這裡。慧營啊，是我女朋友的，她叫做慧營，我當然贏啊。慧營啊，她就是我的幸運女神啊。最近今天的比賽對你來說應該很簡單，哪天我來多多那麼多，你加油。做定位，这场命运的决斗就要开始啊！即马请裁判上台，替两位选手解说规则。两位，今仔这场格斗赛是无规则。只要把对方拍倒，要用什么招数拢会打。任何一个人一倒落，我就开始倒数十秒钟。十秒钟以内，若无爬起来，那就输啊。这场比赛有三个回合，每一个回合是五分钟，三战两胜，还了解无？嗯哼。这场比赛，唔那是为了讲肤浅，我阁要让所有人拢知影。我这是假扮的蒙面侠，你是假扮的。像是蒙面侠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哦，像会咱赢今仔这场比赛。我给你一个建议啦，咱今仔日比赛拢卖低呼去，你敢无？我先唔敢。安尼，我跟你讲，你若赢今仔的比赛，我就甲所有人心灵，你才是蒙面侠。只要讲话就要算话，唔通把话阁吞吞。会赢才好讲。准备比赛。想要天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天天大声讲。你是我在梦中。准备比赛。阿公，会记得我对你提醒，卖让对方刺激着。街上就阳光、空气、水，顺便给街道，街道控制。好在，一对，啊！你之前拢一直替这去做事，啊！那这阵登到翻头，底下挂赢，啊！你看这办的哦，那气势输这去遐尼啊多，哪有可能赢啦？我已经去借遐尼侪钱啊！我若是把所有钱拢带在杰克身躯顶，就算讲杰克赢，我嘛赚无偌济啦，连要付我的利息拢无够。我若是要赚，就要赚几啊十倍，所以一定要带在较冷门迄边，安尼毋才会赚。
你安尼，马代迄个人们呢，有机会呀，安尼才有准神啊。啊，你看安尼哦，一点仔赢面就无。有机会无机会，也未到最后一秒钟哦，都无神。而且，今嘛这个丢在我的手头呢。我那是没有阿狗爷哦，伊都有机会通赢了。我都紧张呀！啊，免紧张啦！哎，你看，黄宗老师哦，用体念金气哦，天地八方贵如什么？阿国比赛吉凶难定，金甲雄火可以吞噬，反悔就好，保着小命。老师啊，你不是替我加持过啊？我今晚哪会唱衰啦？哦，我来唱衰。我真正替你加持，而且重点是，我这一万块得你赢。啊，跟我同款，我把我全部财产哦，全部拢得你赢。好，既然你拢得我赢，我一定好好加油。阿哥，加油！你一定做一个。你无安尼做，我煞袂记诶。你衫带紧绑落来。三叔，叫你绑就绑啊！哎呀，好好，我倒上来。哦。十秒钟后，正式开始比赛，上方就位。新的绝招啦，爱的呼呼掌，他帮你呼呼，他帮你呼呼，来呼呼呼你的大头了。哦，果然老师你叫阿国跳宇宙大轮回舞，结合韵律舞的节奏，都是要教伊操心啊。是什么要操心？格斗场里面，只要当他的对手教就是好教，我阿国一柔可刚。上温柔轻盈的力量，就风格快，顺势而行，最后春风上他的脸。这阿哥如此可教。有呢，你刚刚没收听？没啦。啊，我的香港脚还卡伤啦，阿爸都叫我回去学习哦。哦，我知啦，这就是咱家阿哥特训心脏病的目的，就是要让伊在现场反应变紧，然后甲对方惊个着心脏病。哎，
燕姐姐，想袂到阿伯出头遐尔济，啊，我看伊安尼规工甲总会长耍斗阵，我阁想讲哦，伊要放弃个比赛。即嘛看起来哦，伊是想要用迄怪招来拍赢这个比赛。唔过哦，这怪招真是拗口啦，啊，暂时拢赢这个高手啊。啊，若是拍一个久哦，就无得着啊啦。啊，出怪招会赢高手，那安尼哦，人就免可怜啊啦，啊，就来骨头啦。老师讲了无唔对，比赛拄开始尔，我都唔知影。真侪变数，到即马为止，予人真正想袂到。第一回合无输无赢，平手。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期待更加精彩第二回合会有甚物款的结果。真正我靠，阿哥，今仔日我袂怕。你有被怕吗？我被怕还这样说了，你要是不在家用户，俺们就先闹亏。我这是专门的，参照你向半老师给啊，感觉也格斗的格调比我足低啊。你莫想安尼济啦，只要专心比赛就好。我好希望你能让受伤。放心啦，我会给伊上我上当的。我刚刚不敢去，才敢心，才慢慢丢给啊。阿哥，你这么一点问，心还非常稳定。礼拜第一这场，第二就刚去这场，加油。我一定会赢你，我要跟你 KO。 都拄才是真命啊，等一下我就甲慧英拿起给你看。第二回合开始。那些条件要真好，真好就是阿哥的条件。那我们比赛的时候，有六队的对手的，怎么输的？阿哥，莫该嫉妒你啦！阿哥，该看你不？哎，我是旁边的人，我这里拿输的。Ah!
这条，我来带啊。喂，我不会走啊。时间到，第二回合结束。看来你也无什么招，后一回合你若无带面巾，就准备送你朋友面巾啊。你要拼什么创啊？我看你输我了。哼，老师啊，你不是跟我发言啊？不输你啊，这是主观的观念，就算讲世俗的观点你是输啊，啊，不过你战胜你自己啊，对你自己来讲，这是真正赢的意义啊。啊，照你安尼讲。我伫你世俗的观点内底，可是输定啊！你伫世俗观点，应该是稳输的啦。是怎讲的啊？阿哥，我相信你一定会赢。后一回合，你一定要稳，打出自己的节奏。我相信你有机会。现在这个局面真不输啦，比赛当然也是逆转胜较精彩啊！阿丁，你现在替我做一件代志。你若继续拍咯，就要送阮民警啊啦！我看我去替伊去管。好。我唔若要战胜我家己，我要战胜杰克。我古明的学长，未必你是同意，我相信。你可以让秘书店讲讲没？只要找到吴全胜，应该得到这些结束。我想要当面苛刻吴全胜，我要叫伊卖为了工作啊，帮妈妈一个人在厝内面管。我即卖无得保证，是不是要认得到伊？我一定要想办法逼这个吴全胜出面。但是有心要找这个人啊，那我就随便一个道理。除非是这个人伊根本无存在，我得看伊到底是何方的心性。你镜头打不掉了，管你拍球怎么大了，球拢袂停。来讲英雄的侠气，为着无你的日子，一股滋味早就已经真关系。永远是人多
讲爱你。想要对伊大声讲，我想你。你也风微微，我听你的脾气，是一年一年一年的伤悲。梦袂袂相思。想要对伊大声讲。